Okay, because my question is simple, can the classical-based vaccine protect against the hypervirulent strain? Since you guys in the Western country have been there, done that, so what I'm trying to do is trying to convince my Chinese colleague to believe in this, what Mike just presented. So I'll use Chinese to do my talks. Well, first of all, I've been back 4+ years now, Mike. So that's the folks in the lab who done the work on a yearly basis, and especially for the, what did I do? 这是在我实验室里边，那么做这个工作呢，那主要是这个张建武。那么现在呢，他是对这个做完这个工作之后，感觉到动物实验室相当好了，所以他干脆直接跑到公司里边去做实验。那么主要他是他来做的这个实验。那么这个 still page from Mike， 这个像 Mike 刚才讲的，像刚才讲的一样，那么在其他 这个实验里边，那么不 BI 的这个疫苗呢，不管它这个遗传同源性有多低，这个疫源保护呢是在哪边？那么我的问题呢，就是想问，如果我们中国这个高致病性蓝耳病病毒呢加上去会怎么样？那么那么现在这个回答这个问题呢，那有几方面的。那么第一呢是这个关于这个疫源保护的这个问题呢，那么现在还比较有争议。那么另外一些呢，就是可能中国同事呢可能知道，那么有一些实验没有报道的，结果呢大相径庭。 那么还有一个实验也是没有报道的，中国农业部组织的这个规模呢是比较大的动物集中疫苗的比较实验，看起来呢这个保护性保护免疫与这个遗传同源性的多少有一些关系。那么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对我们这个高致病性蓝耳病这个保护作用呢，从 第一，那么就像麦克刚才讲的一样，那么实际上10年以前就已经有结论，经典株可以保护变异株，那么这已经是在西方也有定论。那么另外呢，就是最近2-3年以来，那么柏林格的疫苗在现场，所有疫苗里边应该说是这个效用呢是最好的。 那么然后这个我们这个病呢，这是我实验室里面分离的一些毒株。那么这个呢，这是第一个报道的这个中国的所谓高致病性蓝耳病病毒株。那么最后一个呢，这是我分离的这个毒株。那么然后我这边我想说的是呢，这个异源性。那么我们这两个高致病性蓝耳病病毒毒株和这个柏林格疫苗这个 MLV 这个同源性呢是确实差的，是不少。那么这个应该说这个可以是叫这个异源保护。那么然后呢，我们所用的病毒呢，其实这个在澳门呢我已经讲过。那么我们用的病毒呢，就是这个我分离那个 JX143，然后呢我们用反向遗传操作橄榄性克隆的方式呢，来证明我们这个毒株呢确实是一个高致病性的毒株。 那么，然后这高热病以来呢，在中国市场上有的疫苗呢，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个柏林格的这个活疫苗。那么最近一两年以来，那么中国有个国产的落毒疫苗，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落毒疫苗。那么从这个现场来看，刚才我提到，那么 BI 的疫苗呢，应该是这个使用比较广泛，尤其是在规模化猪场。那么 但是经常的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养猪者呢就问，那么到底我应该用哪一些疫苗？尤其是这个政府购买的这个死苗，那么相比较而言，到底我应该用哪一个疫苗？所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呢，
就是一开始我说的，就是这个为什么这个啊伯林格的疫苗对我们高致病性蓝耳病的这个抵抗作用，从临床来看还是比较好的。那么我们想做的呢，就是从动物实验角度，有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来证明这个疫苗呢确实是对这个有保护作用。那么我们所用的呢，也就是猪场里边这个用的疫苗。那么这个呢，这个包括这个生产批号都在这边。那么我们用的这个病毒呢，就是我们所分离的这个高致病性蓝耳病病毒毒株。那么这个病毒和这个动物疫控中心和杨教授刚才谈的和这个湖南这几个病毒呢，基本上都是99.8%的同源性，所以可以说是高致病性蓝耳病病毒。那么然后呢，我们所做的呢这个动物来源呢，恐怕我想呢，这个杨教授呢会同意我，在国内做实验呢，动物实验这个猪的来源是我们很头疼的问题。那么我们当初呢是转了一圈，找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好猪场。那么我们幸运的是呢，在这个河南牧原的地方，他们的种猪场里边，那么现在呢一直还是蓝耳病阴性的，恐怕这在中国猪场里边没有几个是这样阴性的猪场。那么然后呢，我们是首先我们是用这个PCR 的方法呢证明它是病毒呢，这两个病毒，蓝耳病病毒和圆环病毒都是阴性的。然后呢，我们用这个 IDEX 这个试剂盒呢，看他们厂子里边抗体血清也是阴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来买了他们一批猪，那么然后呢，再运到南方杭州的一个负压实验室里边来进行。我可以自信地说，这在中国呢，大概做这个动物实验呢，这是最好的一套搭配，虽然是代价很大。正好去年冬天碰上雪灾，我这实验呢筛选了两批猪，所以运到南方之后呢，所以这个花这个精力是很大的。那么然后呢，我们这个分组情况呢，按照其实这是在西方呢做这个动物保护实验也是这样做的。那么首先呢，22头猪在攻毒之前呢，我们要解剖看这个伯林格的疫苗有没有所谓的这个致病性。那么然后呢，用另外一个这个对照组，那么还有一个对照组呢，我们都就是叫严格对照，既不免疫也不攻毒。那么然后这三组呢我们所分析的呢，那么就是一个是这个发不发烧，那么然后呢在生产性能的这个评价，那么血清学、病毒学、病理学，那么这几方面呢，我们对它进行量化的这个评价。那么病毒学上呢，我们查它这个病毒载量，那么和这个免疫组化这方面的数据。那么首先，我们这个攻毒实验呢，是免疫以后28天，这个攻毒。那么你可以看到呢，确实免疫组免疫之后，这个攻毒确实有短暂的体温上升，大概1到3天，这个还是有这个体温。那么然后呢，相比较对照组呢，对照组没有免疫的对照组，那么这个体温呢，大概持续时间就比较长，3到7天，直到死亡。那么所以这个从体温反应来看呢，这个伯林格的活疫苗呢，对这个我们这个高致病性蓝耳病呢是有保护作用。那么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关于这个临床指征。那么这个临床症状呢，应该说我们中国同行呢，做的呢就是眼观的比较多。那么这个现在在国际上呢，就是蓝耳病、圆环病毒，实际上很多病呢都是用基本上用这个量化的指标。所以我们采用的这种量化的这个临床指征呢，那就是一般的这个打分，正常的都是1分，考察他的呼吸行为上，那么咳嗽这几方面，正常的呢，一个猪正常的这3项应该是3分，那么然后呢，严重的就是4分，死亡的猪判起来就是12分，
那么这样用这个标准来看一下呢，这个临床指征两个组相比，你可以看到，如果免疫的在接受攻读的话，那么这个临床的表现呢是四分，比三分稍高一点。那么但是这个如果是没有打疫苗的，这个临床症状呢就要高得多。所以从两个组统计来比，那么这个伯林格疫苗是可以保护临床症减轻这个临床症状。那么从生产性能来讲呢，就是这个是28天免疫攻读以前，我们称它的体重，那么然后再算出来它平均每天增重多少。那么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免疫的这个对它的生产性能日增重并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但是在攻读以后，那么这个不打疫苗的，你可以看到这个几乎就不长。这个是这个疫苗免疫之后呢，跟那个不做处理的严格对照组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伯林格疫苗呢，它这个活疫苗在我们这个动物实验里面呢，可以说对它的生产性能，对它的生产指标呢是能够有保护作用的。那么虽然这张照片不怎么样，但是从也可以看出来呢，如果疫苗免疫之后呢，这个病变跟没有免疫的大相径庭。然后我们所做的呢，就是进一步用国际上比较通用的这个肺部病变积分法，这也是就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呼吁这个中检所在做的，怎么样就是量化，而不是仅仅用一个严重轻度来定量。那么这个呢，就是把这个肺呢划分成一定的面积的百分比，然后再查它这个到底有多大比重的这个多大百分比的产生病变。那么你可以看到呢，在攻读后2个星期，那么这个免疫的分数是这个。虽然我注意到比这个刚才 Mike 说的那个病变分数呢稍微要高一点，但一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病毒这个毒力呢确实有可能是比较高，但是相比较没有免疫攻读的，你可以看到这个分数，肺部病变的这个分数呢是天壤之别。所以从大体病理学上来讲，那么这个伯林格的疫苗呢对它的保护也是很可观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这个国内呢这个很多疫苗是免疫原性应该说是很差的，尤其是我们的死苗，所以这个能不能产生正常的免疫反应，那么这个呢恐怕也是评价一个疫苗的这个标准之一。那么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伯林格疫苗免疫之后呢，一般的2周开始转阳，那么然后这个攻读之后呢再有一个往上升，那么正常的这个疫苗免疫应该是这样的。那么在有一些疫苗呢，可能除了这个伯林格的疫苗，国内其他几种疫苗呢都没有可见的这个免疫反应。那么从病毒学角度来看，这个病毒载量呢，我们这里边是用的RT-PCR， 那么检测血清里边的这个病毒。那么然后呢你可以看到攻读以后呢，这个免疫的这一组它这个在我们结束的时候呢，这个有病毒血症的只有20%几的猪还有病毒血症，而没有免疫的这个猪呢，在这个期间有80%的猪仍然有这个病毒血症。所以可以说呢，这个伯林格这个疫苗呢，可以说大大缩短了这个病毒血症期。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这组化实际上这是一个微观病理。那么然后呢，就是看单位面积之内这个免疫以后这个病毒，怎么用免疫组化这个方法，那么然后再计算它单位面积之内的这个阳性数。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没有免疫的呢，
这个点也比较大，实际上我们多个视野来算的话，那么计算出来呢，这个柏林格的这个免疫以后呢，确实能啊保护这个肺里边这个阳性的这个面积，那么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几乎是一倍的差距。那么然后因为这个免疫以后的这个保护效率呢，现在也多种多样，因为在生产在这个猪场里边，我们就是一个字，管用好使。那么然后呢，我们中国农业部的评鉴标准呢是能不能1/5保护死亡。那么然后呢，我想我们来做这个呢，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数目比较多，也不是5头，以个体差异呢这就会很小。那么另外呢，这个我们呢也做了一下这个中检所的要求，看死亡数能死多少。因为我们在怎么讲呢，这个高致病性蓝耳病呢，我们在片面的在与死亡头数挂钩。那么总之吧，那按这个标准呢，我们做下来呢，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这20头免疫以后公度的猪1头都没有死，而这个不免疫的阴性对照，这个呢12头里边有8头死亡。第一，这个可以符合这个高致病性蓝耳病的这个定义；第二，这个柏林格疫苗免疫保护到这个程度，这个抗死亡，那这个是实事求是的讲，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所以综合起来呢，刚才我一开始我说了，我这个问题呢很简单，但我希望呢，我讲完之后呢，这个答案呢也比较清楚。那么就是用这个柏林格的疫苗呢，那么做出来之后，第一，体液免疫反应还是很正常的，而这在我们中国市场上很多疫苗里边，其他的都不能去做这个做到这一步。那么第二个呢，这个免疫之后，这个猪呢，这个体温发烧大大缩短，那么然后呢，症状临床的症状呢也减轻的太很多，主要是死亡率，这个死亡几乎20头猪里边1头都没有死，那么病毒血症呢也已经减轻，那么病理大体病理微观病理呢也大大的缩短，所以这个所以从这个实验来看呢，这个也印证了我们在临床上柏林格疫苗的使用情况。所以我觉得我从这个实验我们可以做的结论呢，那就是这个第一，这个柏林格这个疫苗呢，对我们这个高致病性蓝耳病病毒有确确实实的一元保护作用。我想这是我的很简单的答案，希望那个希望中国同行呢也能赞同我这个答案。Thank you very much, Professor Wan. The floor is now open for questions. Okay. 我想问那个，请问袁教授一个问题。你选用的腺猪的体重有多大？日龄有多大？谢谢。那首先呢，说实话，当初呢，我担心这个猪太大了之后公毒不符合农业部的1/3、1/4死亡的标准，所以当初我们选的这个猪呢是让有意选比较小的。当初河南牧原的它的断奶日龄呢在这个18天、19天、21天，所以我们让它呢19天断奶。那么19天断奶以后呢，我们抽血分拣，到我们做实验的时候，等我们拉到那个负压动物实验房之后再适应3天，那么然后这个等我们免疫的时候已经是29天。 OK, questions? OK, I guess I have one very practical question. If I'm a veterinarian, I'm handling a big pig farm. From what you've shown us in terms of the efficacy of Engelbach PRRS MLV, would there be anything else that we have to do in the farm that you might recommend apart from
using the vaccine? Well, I didn't get the first part of the question. In terms of, let's say, in terms of management, biosecurity, is there anything that you would suggest, for example? Well, I'm trying to learn, and one of the things I learned from Mike is last month when I was in ES, we learned that you can use MLV as a sort of a therapeutic vaccination. So in China, this problem is maybe bigger than other countries just because we have too many pigs. You seldomly you find negative farms. So when you use vaccine, basically that's an emergency vaccination. So so you have, if I give them suggestion, first of all, you have to use vaccination on a regular basis. Okay. You don't use this once you have a heavy hit or heavy outbreak of this disease. Mm-hmm. That's actually what happened in China, and beyond China, I guess, get lots of complaint after we inject this vaccine, and suddenly we have more deaths. Mm. So that's the timing of using this vaccine is very important. That's one. And two, and I would say biosecurity in China is one of the things we can improve. Mm-hmm. So vaccination can prevent disease on some degree, but without biosecurity, as Mike just mentioned, the disease would still be there. Okay. Any more questions? I've got a question. I'm just wondering if this vaccine has been there for quite some time, and has there been any reversion to virulence or recombination with other strains? Well, I think Boehringer Ingelheim vaccine has been in China for maybe 4 or 5 years now, and at least we don't have clinical cases where you isolate this BI vaccine strain. That's one evidence. Two, we have this so-called hypervirulent Chinese pers, as Dr. Yang and I just showed. They are dramatically different. So this is not a reversion of this vaccine wars. Maybe just Bir, in relation to your question, I would also call on, with due respect to Professor Yuan or Dr. Yuan, I'd like to call on Mike also, maybe to share his knowledge on that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There are two issues here. One is reversion to virulence, and the other is recombination. The recombination of a vaccine virus with a field virus has never been reported. We have seen good evidence that recombination between field isolates can occur and has occurre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more similar viruses are, the more likely recombination is. So if the same virus recombines, it does not matter because there is no change. And the more different viruses are, the more unlikely it is to occur. So in my opinion, recombination is not a concern with viruses in the field. Even when recombination is observed, the recombinant virus does not survive in competition growing with the parental viruses. So again, a recombination is not an issue for me. Reversion to virulence is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reported in one country in the entire history of PERS and never observed or reported anywhere else. And my opinion is that that reversion to virulence, again, is not a concern. If the vaccine is not completely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PERS all the time, then you should expect to see evidence that of disease following vaccination tha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vaccine virus itself. The second issue is all live attenuated vaccines have a balance between efficacy and safety. So completely safe vaccines tend to be
have little effect because they induce little immune response. Completely effective viruses are most effective when they are fully virulent. So there's a balance between reducing virulence but retaining efficacy. And all live modified PRRS viruses are attenuated live viruses. If you put those viruses into the most sensitive animal, which is a late gestation sow, there is a likelihood that you will see reproductive disease. That is not reversion to virulence. That is a normal expectation at a low frequency. So in my opinion, and other people can, you know, they have their own opinions, but in my opinion, the issue of reversion to virulence for live attenuated PRRS viruses is creating an argument that really is not important. Thank you. Thank you, Dr. Umberto. There's one more question for you. 不好意思，刚才我中途溜出去了，要顶不住。那我们听完你的，但我有个问题要问：您说的这个研究里面对这个疫苗有交叉反应，能不能从抗原的这个问题上来解答这个问题？是说意思说它是不是它们抗原性都是有一致，而且有细微的差别，但是也不影响这种免疫力？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一下？ 我想呢，这个问题呢是，就是说从抗原角度有没有可不可以解释这个交叉保护性的问题？那第一，我的老板已经告诉你们了，免疫机理不清楚，所以这个从这个百分比上面来解释这个，恐怕现在呢越来越看就是解释不了这个交叉保护性问题，到底交叉保护是在什么地方？那你可以。 Mike刚才讲的先天免疫、细胞免疫，包括这个体液免疫，而恰恰就是这个所谓的综合抗体，这里边的保护作用到底起什么样作用呢？我们不知道。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抗原的同源性或它遗传的同源性呢，恐怕不能简单的解释这个交叉保护免疫的问题。Okay. Any more questions? Yeah. There's one more over there. Thank you, Dr. Professor. As we understand that all of clinical manifestation of disease is an accumulation of various factors in the natural condition, did you check the efficacy of this vaccine in the natural conditions, like in heavily infected herds like that? And what is the result? Thank you. Well, for this study, we can only assure that these pigs are negative for porcine circleworms and for PRRS. And I'll tell you the truth, I didn't check others, but based on the record, the immunization record in that farm, that I can say is the best farm available in China. And they don't have CSF, other bacterial infection. So your second part of your question is, I didn't do mass vaccination in clinical setting, but based on what happened in China, and the field experience showed that PRRS vaccine is also effective for protection in even heavily infected farms or area.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Dr. Yuan.